老朋友，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我不管，我就等信儿。你要敢干，你就把我妹妹干死，你看看啥结果。去吧。接应的，肯定是八路。我还挨了一枪，黑压压的，全是他们的人。我说是，绝不行。喂，好，谁叫谁叫？我。他们说没事了，让通知你一下。男的女的打的电话？男的。憋死我了。絶対逃がしはならんぞ。中佐、ジャンさんはどうします？牢屋入れろ。今ですか？すぐにだ。はっ、行け。はい。藏在密室里了，老于，我跟你讲，我是自己挨了一枪，才折腾成这样。妈妈，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帮帮翠秋？日本人的事儿我们插不上手，要想脱离险境，只能靠他自己了。
やつは自分の存在を明かしている。なのに君たちはやつを見つけられない。なぜだ？彼らの命を奪ったのは一人で、特殊な銃を使っている。真田君、君はこのことに関しては専門家と言っていいはずだ。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叫真田宇，你知道吗？我追了你整整一年零三个月。我记得第一次和你见面的时候，还是冬天。可现在外面已经是春暖花开了，3000公里，整整3000。终于成了我案板上的鱼肉，我很沮丧。为什么？你真的那么困吗？为什么？你们还是人吗？你们不让我睡好几天了，我困还不行吗？听我说，大胆啥意思？你吓唬我呢？给口水喝一下。说完了就给你。我本应该在满洲国奋战3个月后就可以回到蒙古，在东京的帝国大学做一名教务先生，给孩子们教教课，看看自己喜欢的书籍。你回去教去吧，听你说话太累了。要么就让我睡觉，要不就整死我，啊，行不行啊？哎，你绑我是啥意思啊？
有令。乡亲们都给我听好了，判决书，罪犯张三上山为寇，结交匪类，给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的亲民政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干扰，打家劫舍，杀人放火，杀我帝国军官。你看啊，这就是赵阳日军司令部押你哥的囚车，在这儿两小时一换岗，得想办法在晚上潜到汽车底下，等到了刑场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谁大凯？你呀。我。对呀。不是，这咋是我呢？兄弟，只有你有这个本事。不是，你看啊，这里头全是日本人吧？这日本人可不是吃闲饭的。过进去必死无疑啊！不行，不能去。喂，你这个计划有问题。我不行，我再想想。贼酒是你哥不？你哥为了救你，把自己都装进去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。他是为了救他妹子李贤淑，就他妹子还是我从医院里救过来的。呀，再说我也没说我不去啊。确实，你这个计划是有问题。你说我要是去了以后，我救不出我哥，还把我给装进去。我跟你说，不是我不仗义，你这个计划不行，确实不行。我是把你看明白了，你就是个小毛贼，干点偷鸡摸狗的事儿，一遇见大事你就怂了。贼酒有你这样的兄弟，瞎了眼了。老子真不敢去了，是吧？杀我帝国军官，伤我帝国良民。原为东北偏头岭人士，于昭和四年落草为寇，犯下了罪状无数。72口，使得国军在张庄的营救任务雪上加霜。此人豺狼之性，不可留于世间，请南山之诸，恕罪未穷，却东海之波，谬恶难尽，判决死刑，立即执行，拉出去毙了。是。Thank you.
嘴死这事儿，没跟四儿说。哎，哪儿见的？白石的。啊，你咋不叫白石呢？金兵吧，我跟你说啊，出门在外扛大扛小先睡好，这饭多饭少先吃饱。当兵吃饭就得呛着嘛，就得恨着嘛。你知道的太少了，就跟我混吧，赵大哥。你要能把那俩狗日的干了，我一会儿就给你安全马虎。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。哥，大哥，以后我就跟你混了。说了，引流管过两天就能拔了，你再忍忍啊。大嘴回来了吗？啊，回来了。你说那个张三，哼，都上了法场还是跑了，真是名不虚传啊。他也就这个能耐还行，干起活来倒是从来不偷奸耍滑。这也就是赶上战乱时候了，要不然啊，这也是个后边人。怎么了？你哪只眼睛看出他后头？不是，我这说错了。打我计时器，他不是上方接吻，就是下方挨打。他要是后头人。哥，哥，干啥呀？我过来。啊？过来。咋的了？啊？憋了好几天了，憋不住了，想接手了。你说我啥意思？上茅房。那小子。小子。呀，哎呀。抓着没有？抓着了。好了。哎，你干啥呢？你赶紧出去啊！哎，那个我妹妹和我妹夫在他家的时候，关系好吗？啥妹妹还妹夫？人根本都没冤枉，啊，关系不咋的，那俩根本都不是一路人。真不是一路人，那不是人都能看出来啊。你跟他是一路人吗？你这是心眼儿。我跟米四在屋里没说啥，我就给他看看引流管，就看引流管啊。那你俩咋说我厚道不厚道这事儿呢？对呀，他咋说你不厚道呢？对呀，四儿啊。这儿行了吗？怎么这么长时间呀？
没事啊，这么长时间。四儿啊，四儿，哎呀，四儿啊，你咋哭了呢？四儿咋的了？快跟哥说咋的了？哥，我尿不出来。咋还尿不出来呢？我使不上劲。使不上劲是吧？啊，我使劲疼。你就不哭不哭，哥帮你使劲啊，哥帮你使劲。来，不说话啊。疼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疼，这样也疼啊？字儿啊，你就当哥死了，不在这儿啊，别想别的事儿，来。字儿啊，你刚才屋里你都跟那姓于那小白脸都讲究哥啥玩意儿呢？啊？说没说我不厚道？说了咋的？说我坏了是吧？我说了咋的？坏，我坏还能有，还能有郭文志坏啊？你别提郭文志，提郭文志我跟你急啊！那我病成这样，你提郭文志是吧？我跟你提郭文志咋的？你作死了！要把我弄死！你成心了你是吧？要不叫他，我能弄到今天吗？我差点就到那个清溪镇，就不给我整死，整死我是不是就见不着你了？见不着你，我就见不着齐大白吗？我见不着齐大白，我就见不着赵晨了，见不着团长了，我也见不着你了。你见不着，你说我咋整？我多闹心呐！我来不就是找你的吗？是不是？哥，啊，不说了，哎，拿走吧。拿走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累死我了。哎呀，没事。哎呀，这家一提郭文志好使哈！哎呀，郭文志，ますます気に入ったぞ。まさに好敵手。相手を騙し、巣からおびき出し、その隙に奪う。見事な作戦ではないか。明が奴に敗れたのも無理はない。自分の責任です。勝ち目がないのなら、一旦勝負を預けるまでだ。清さん。噂はお前に聞く。奴を殺すのはお前の任務か。違います。お前の本当の任務は何だ。趙雲を守ること。趙雲の行軍はもう即死だぞ。耳をもがれ、目もつぶされた。守りきれると思うか。中佐、死んでも守ります。俺はまだ死にたくない。それに、お前らも死んではならん。うん、李总，团长，您今儿怎么这么高兴啊？鞋擦的比上次都亮。那是。我要把这鞋奖励给老九，为啥呀？老九今天这仗打得漂亮，我高兴，我就愿意把我这宝贝送给他。那你要送，你也不能送人家一只啊。废话，两只我送他干嘛呀？
哎，别动！这儿有点脏，我再给您擦擦。哪儿脏了我这？啊，老爷，哎，别臭美了，不好了。不会老九又出事了？不是，108师团前往冀中集合，上级来电，让我们阻止108的行动。你怎么说的？我只能说尽力。什么叫尽力啊？牵制赵阳啊！我们团这点兵力攻打赵阳，咱们是拿不下来，加上金分局的部队就打下来了。你意思是说，拽上军分区的部队跟我们团一起去打赵阳？这主意太馊了吧！这货惹的，出了问题怎么向老首长交代啊？让老九和我们的内应拖住他。别闹了，赶紧想想办法。老马，你也别太着急了，啊，是啊，咱们坐下来，咱们再商量商量。可我这一暴露，就拖不住真田这个108连队了，你知道吗？谁让咱遇上了吗？这是。真田这小子呀，他用自己能力证明了，他能守住朝阳。你说这点，咱们也深信不疑。怪不得申金这个老家伙能沉得住气，原来是因为有真田。但你说，他不管怎么绕，咱最后还得面对真田。恩人呐，咱用不啥非得跟真田义正面死掐呀？你掐不过人家，你能不能想点阴的损的，别老想正面流光水滑。反着想，啊，你怼到这儿想，你想不通了，死胡同了吗？另外，恩人呐，你快把帽子戴上吧。你看你想这些事儿，想把头发都想没，太磕碜了，丢你人，快快把帽子戴上吧。哎，我想起一招。不行不行。哎。还是没想好，哎，你干啥？你一惊一乍把我吓着，不好意思啊，恩人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啊？申金特别相信真田义能守住赵阳城，所以他特别放心，他就敢领着108连队南下。那要让申金的108连队不相信这个真田义能守住赵阳城，不就行了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是吗？你到底想说啥？恩人，别急，容我再想想。断的通讯，把真田义和申金之间的通信给他断了，联系不上了，联系不上，申金是不是就是慌了？108连队是不是得增援真田义赵阳城啊？申金那个108连队是不是就不敢南下了，就把他拖住了吧？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不不不，你先别说话，于副官，想想有没有啥漏洞，有没有漏洞？恩人呢？想想，这个应该行。就这么整了，张楠同志，就咱仨。那真田那个通讯围得跟铁桶似的，咱怎么断呀？是啊，恩人呐，借你帽子试试。
你还有我熟吗？我活着，你会更安全一点。要走，咱们一块走。等会儿我，四人行，你熟吗？ 行吗？ 哎呦，你说你这，你说你挺着个肚子，你万一着了凉，或者磕磕碰碰的动了胎气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？我是来叫你回朝阳的。回朝阳？我朝阳干什么？哎，你们都先出去吧，我跟你们嫂夫人有话说。 现在太玉、北翼都在呼叫朝阳，可朝阳一直没有回复。这能说明什么？看看于副官怎么说的。八路围城，朝阳通讯瘫痪，难怪联系不上郑天。 看来，朝阳这块风水宝地是真要易主了。关键是看易给谁，我们还是共产党。这还用说？我现在就给吕布发电报，请求增援。等等，朝阳的物资，你准备跟别人分开耕？鬼才愿意分呢。可咱说实话，量太大。 怕咱这一家啊吃不下。那我要告诉你，我们能吃下呢。你什么意思？叫于副官找日本人。让于副官找真田，干嘛？交涉呀，让他放我们进城，由我们替他保管物资。能行吗？这？ 日本人肯定答应，对他们日本人来说，那些物资他们也看不过来。可要是交给我们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到时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你说他损失什么？日本现在最缺什么？兵力啊。花钱能买到吗？现在这个时期。 可他们缺钱吗？他们，哎呦，你这招太厉害了！把日本人的物资再卖回给日本人，这一来，哎呦，你太厉害了！那两口子。 到底最后怎么说的呀？跟丁介如，不是用我啥呀？好好的，非得拉那二货进来啊？你懂个屁呀！生意，哎，我不懂。要不把他拉进来，谁给咱保护物资？就真天那小子，他能白白送咱吗？不应该让他来呀，挺有心眼儿。 你这没看出来的事儿啊，还拖着呢。听你说话这意思，哎，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啊。来，快点给九爷讲讲你的故事。还九爷呢，就是个山货。
要不是于副官安排你在投奔金溪镇的路上就被郭文志给弄死了，把你从八路调到新四军也是他给老乔出的主意。一线点没人家解围，不知道死机会了。每当有人问我活着为什么，我只能说为了一句承诺。我曾经对自己说要让你快乐，带你翻过大山大河。每当有人问我什么是老婆，我只能一笑而过，默默闪躲。因为我从没试过，如果没有你我还有什么选择。这辈子我连你的手都没牵过，可我却对自己说你是我的老婆。为了你我可以一无所有，只要让我默默在你左右。这辈子我连你的手都没牵过，可我一直等你白了头。为了你我可以放下所有，让人爱着恨着也值得。我的钢铁之心和你相约在2015年1月4号 PPTT， 不见不散。